爸爸。是合适哦，晨晨不行，不可以玩，出来，不可以玩。这边要脱鞋子。定时都是套餐，然后有这些配菜。这边还有酒。这边是木头的地板，有凹槽方便客人坐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外面哦。谁要不要喝茶？无糖麦茶，温的。
羊星子，这个是味噌酱，这个是醋，炒碗蒸，上面还有樱花虾，陈生，哎，好看，哇，好嫩哦，好嫩啊。天妇罗定时，应该是说炒碗蒸很嫩。这个是主食，天妇罗，还有炸虾，还有炸茄子，炸豆子。这个外面有包裹面衣，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耶。然后含米饭、味噌汤，这个是甜点奶酪，这是寿司，沙拉，酱菜，蔬菜煮物。是甜豆、茄子、金针菇，然后两只炸虾。这个是最大的一片，这个是南瓜。虽然是炸物，可是不会油，面衣不会太油。嗯，它的炸衣非常酥脆。虾子还蛮大只的，这是很清淡的酱油，要沾着吃比较好吃。晨晨来，过来，大口，这是虾虾。虾子很大很新鲜，刚刚以为是水鸡，我是苹果醋，清清如水的苹果醋，酸酸甜甜的苹果醋。这是奶酪，奶酪是微甜，很鼓励我。它的蔬菜主物是红萝卜、南瓜、甜豆，还有菜头，就是白萝卜。蔬菜主物都是它原始的味道，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。我也是吃了炸红椒，红椒有点辣。味噌汤里面有一些海带芽，是清的味噌汤。沙拉很新鲜，它的寿司里面还有点 orange 柳橙的味道。